会变这样。啊、哦，花花的。那个没个没像你这没个没像你这水有没有用？就这个、啊。哦。沙磨机哦，然后记得哦，我、哦、那沙很久哦。不会不会，你第一个用60，很快，哦60，超级快，60、100、180。那用手磨的话应该很累哈、哦，用手磨。用什么？用手工磨、啊。我们没有用手工磨，手会断掉。我没有手工磨。然后其实我以前有一台战车，战车那个，就是这个对发呆它会跑，那个很好烧，但是我已经卖掉了，因为我很少在用。然后新的9000多块，好贵，买不起，也不是买不起啊，因为它很少用到，它是针对这种大平面的，它过去就整个抛平很快，它用沙袋，沙袋跑而已，然后它是40番的沙子，所以它跑更快，你这样跑一圈下来，它就少一层，很快，然后它整个面是平的，所以你跑完之后就更快，然后像这种就你如果战车的话，你就用战车磨就好了，沙袋